5月25日上午，杨幂在微博上抛出一张与周笔畅的微信聊天截图，杨幂调侃要周笔畅兑现承诺，让自己去当伴舞，谁知比比却打趣闺蜜，决意把大幂幂安在幕后舞美的位置上。杨幂霸气回复好友道：“我要上台，掀你裙子呀！”比比也不客气地回敬道：“在你掀我裙子的前一秒，我已经可以抓你胸了。”俩闺蜜的一唱一和逗乐了网友们。之前周笔畅曾公开表态称愿意让杨幂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当伴舞，可见两人私下交情不错。现在大幂幂放话要去掀比比裙子，网友们不禁高呼：这画面脑补起来太美呀，相爱相杀才是正确的好友打开方式，请继续。日前周笔畅在京宣布2017全新巡演 No Typical 将于8月5日从广州起跑，途经西安、重庆、武汉、北京、上海。对于歌迷们十分关心的是否有香港红磡站，周笔畅说：“我们也考虑了这个场地，但是红磡太旺了，所以暂时还很难确定。”至于演唱会嘉宾，周笔畅笑称：“可以看看好闺蜜杨幂是否有空，不过不是唱歌部分，让她过来伴舞还行。”